现代人有手机有网路，能够收到一封手写的信，那肯定意义非凡，倍觉珍贵。90多年前，一条横越中央山脉的道路开通，当时的邮务工作者得踏上这条路，翻过3000公尺高山，冒着风雪送信。才刚刚开通，就有一位送信人命丧风雪山道。透过这条漫长的山径，透过那些冒着辛苦危险的送信人，拿到的每一封家书信函都无比珍贵。我们重走当年送信旧路，古道之险更胜当年，向导的大背包也比当年送信人的邮包更重，但我们还是没办法想象送信人冒着风霜雨雪的辛苦，背负着无数期待的心理压力。重走送信旧道，这是比现存的能高月岭道高出数百公尺的古道。我们顺道登上一座3000公尺的百岳名山，尽览风流云幻，揣想悠悠岁月，然后在天池畔遍寻不着当年递送物交换所的蛛丝马迹，却听到送信人殉职故事的新版本。日本官方尽忠职守的英雄成了族群冲突的牺牲者，真相在历史的迷雾中模糊难辨，留下的是天池畔的悠悠遗恨。好，辛苦爸爸，谁越过一座山了、啊、越过了一座山。那我们现在已经离开后来盖的能高月岭道，就是从能高岸部越过去到花莲。我们现在是从天池山庄往后，所以我们现在走的是旧的月岭道了嘛？哈，对，哎，没错。加油，加油！流汗了，流汗了，而且也蛮喘的。这边离开天池山庄之后，就是开始比较陡上的路程哦，都是之字形的，一直往上走，所以走起来也是蛮喘的哦。哎，现在海拔已经超过2900，快到3000了，所以知道当时为什么要把旧的月岭道改到现在比较低的地方，移到安部光披保养的地方。那当初这一段旧的古道，它比较高，低势比较高，啊，就常常在冬天的时候会下大雪。嗯，然后为什么它会坏掉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哈、哦。有3个原住民跟一个日本人送邮件送到这里来，也是失温死在这个地方。因为天池那个地方就蛮高的，那再往里山那边又更高。更高、哦、所以冬天一定是很冷啊，而且会下的那个雪就很不好走。这一段路送邮件很不方便，所以日本人就慢慢把一些古道就改成那个安部。我就到比较低的地方移下去了。那我们待会再走上去就可以到天池了嘛？哎，对，哦，那边有蛮多故事的。啊，是的，那边故事也是蛮多的。能高古道1918年完工，较早修筑的是东段道路，被称为初音齐来横段道路。这段路修筑的时候，多半采取棱线路径，不需要跨越溪流，减少铁线桥架设数量。就道路工程来说，是一条经济的路线，对行旅而言却得多花不少力气。我们才踏上旧道，身体就已经很有感觉了。我们在迷雾之中抵达天池啊，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点哦。来这边的话，现在云雾弥漫，不过就可以看到后面有一潭这个小水池啊，这就是天池了嘛，哦。哎，对，没错。哦、所以不过上来这边的话，感觉
风比较大一点点哈。它是属于安部的地形，安部是比较低的地方嘛。那一边可以去南华山，那一边就往奇来莲峰过去。所以这个点算是一个重要的点，也算是一个历史的现场。没错，这样子。它也是一个南高越岭古道的中间点。中间点嘛，OK， 所以我们这边要好好的拍摄记录一下，把重装啊放下来，休息一下，好好看一下天池。好，卸装备。好，卸重装。哦，不过还好风没有太大，因为有时候经过这边呢、哇，那风很大，那个是非常非常的。那今天虽然有风，但是不是那么强。我们要好好的介绍一下这个点。我们放在后面。好，卸重装，找个避风处啊。好，太阳出来了，很有信心了。云雾渐渐散开了，好的预兆。好现象哦。哇，好现象，好现象，整个山脉啊，看得比较清楚了。对，没错。所以我们收集了几张这个老照片啊，是要来寻找这个影中人，还有这个历史的现场啊。我们这个位置差不多了嘛？对，就大概是这个位置。对，因为最明显的就是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天池啊，刚好有一个90度的直角，那跟照片中是一样的。后面还有一栋房子哦，所以这张照片还蛮珍贵的，刚好可以诉说过去这边一段历史。对，而且是一段邮便物递送的历史，就是邮政史。可能是还没有到达现场就已经失温的状态之下，结果一行人全部都死在这个地方。因为当时在送信的话，因为这样走路啊，所以那体力要很好，要很好，所以很多都是原住民来担任这样的一个角色嘛。对，因为这个地方，然后它常常在冬天的时候就会起大雾、下大雪，所以他们那些原住民阿威瓦旦送东西上来的时候，可能就是在一下大雪的状态之下失温而死的。就在这个地方啊，因为我们现在这海拔高度已经3000公尺了，所以这个冬天呢、就一定会下雪。那如果夏天的话，你看也是我们都要穿这个很厚的衣服啊。没错。那他们又一路这样爬山，要在规定时间到这边。尤其这个地方又是安部。不过我们从这张旧照片就可以看到，过去日本人说邮便物就是一些邮件啊、小包裹是怎么运送的。我们现在送信就感觉是邮差就开车啊、骑摩托车，甚至说骑个脚踏车。可大家不知道，以前送信是要翻越中央山脉的。没错没错，跟我们这次的路线是一样的。那一边是从花莲，就是过去花莲港那边，对，花莲港那边，然后要把邮件送过来。那一边是埔里。南投，那是过来。那这个地方在中央山脉上哦，我们可以从旧照片来看，就是在天池这个地方边边，这边有一间房子，这个就是邮编务的一个交换所。当时送信的方式就是两边一起出发，最后在这边交汇，就交换邮件。我们可以看到当时送信的原住民背负这些邮件啊，一些包裹，那旁边还有护卫的人哦，这是从花莲上来的，那这一边就是从埔里这边上来的。然后到这个地方就交换，把这个邮件呢交换，然后再各自一边从再回去到埔里，那一边就回到花莲。所以当时这个路线就是一个邮件的递送的路线，所以这是很难想象的。不过我们现在有这个照片哦来佐证。那我们可以再看另外一张，这是更早期，因为那时候铁路还没开通嘛，有的时候还要靠到船来运送，所以非常不方便。那这边就是有一张里程表，好，这看不是很清楚。那这高度落差，那一边就是从埔里一直到尾上住在所过夜，那这边花莲进来以后朝日住在所过夜，最后在这个池之端，池之端就是天池，现在天池这个地方，它这边交换，那这最高点就在池之端这个地方。好，可以再看一下这张照片，你看当时的一些邮件都是用人这样挑着，然后这样走。所以当时的那个邮差体力要真的很好啊，你看都是用人力啊。然后这张照片就是我们后天会去的朝日住宅所，他们会在那边过夜。好，那这边是西部送来的，从埔里出发，然后前面还有一段是可以走这个
轻便车啊，就那种台车到梅溪那个地方，然后就开始走路到雾社，哦，那继续前进，哦，就到天子。所以那时候就都是走路到这个地方哈，也是一种很辛苦的路程。哇，我现在来这边，景色依旧，人事已非。然后刚刚起大雾，现在被你这样解说，阳光都露脸了，露脸了。哇，今天露脸的话就很漂亮了。嗯，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条道路就是过去的古道，是不是？早期旧的古道就是从那边过来，嗯，从那边延伸过来。啊，这个是这个新的古道是现在的登山客在走出来的。嗯，所以在能高越岭道，等于是这一段到天池以后，就是走在中央山脉的主人上面的嘛，哈。哎，对，没错，哦，一直要走到哪里才走到黑那个起来里山黑森林，黑森林那地方，嗯，然后才开始往下，往下切，往下切到花莲，对，没错。所以这段古道过去是比较辛苦，可是从我们现在来看的话是哇，很漂亮的一段路哈，嗯，非常漂亮。这个云雾开了，看到那个蓝天配上绿色大草原。好，那我们也许再去看看交换所的地基还在不在。好啊，好啊，应该过去勘察一下。好，再来回顾一下，去找找看。好哈，嗯，在这个地方，嗯，应该是这个。1918年6月，能高横断道路完工。10月份，这条路被宣告为东西方向的四等游变线路，在海拔3000公尺的天池南边，建造一栋一坪大小的块木小屋，名为池之端地送物交换所。李庄主说，几年前他还见到过交换所遗留下来的建材木料，现在已经一点痕迹都找不到了。发生游牧人员罹难事件之后，这里还曾立过3座碑石，其中一座后来被移到能高新道月岭点附近，现在仅存碑座。留在这里的2座，我们怎么也找不着。天池一带赛德克族人称它是交叉路口，不但往来东西的行旅和邮件在这里交汇，日据时期这里也是族群交汇之地。泰鲁格人、赛德克人、日本人为了猎场、山林资源、统治管理各方面，在这一带冲突角力。1918年，游变道刚启用，泰鲁格族人阿威瓦旦在这里罹难。故事的官方版本是遭遇风雪冻死，但近代学者访查却发现阿威应该是被杀身亡，原因很可能与族群矛盾、反日情节有关。无论真相如何，阿威都是尽责的送信人。日人加油添醋编写了一篇动人的故事，和南澳泰雅少女沙韵的故事一样，都是皇民化政治宣传的成功范例。我们来到交叉路口，也一脚踏入了真假难辨的历史迷雾当中。所幸随着我们越爬越高，迷雾也渐渐散去，群山从云雾中陆续钻出头脸，通往南华山的道路也在眼前移离开展。历史的分歧暂时摆在一边，我们面对的是能高越古道旧路和现代人践行揽胜的登山步道分歧点。这里有一只蝴蝶，可以飞到这么高海拔，所以你们有说这叫什么蝴蝶吗？台湾灰蝶。台湾灰蝶，嗯，哇，灰色，嗯嗯嗯。奇怪，难道我裤子上有糖吗？那表在我们的赛德克族里面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今天或这几天的运气会特别好。哦，真的啊？欸，嗯，是的。哎，那可以停留久一点。嗯，台湾灰蝶，对，它整个是有点咖啡色，有圆圆的斑点哦。嗯，那这个赛德克语有名称吗？有，应该以日本人的名称尊称啊，叫做九九。九九，嗯。九九，所以这台湾灰蝶是九九，它可以飞到3000公尺这样的高山哈，嗯，不容易，它能够飞到这里算不简单，在高山的气流它很强，嗯，不容易。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山头就是南华山，这个天气看起来蛮温柔的哈，就是这个草原这样。嗯，如果你带朋友来啊，或登山客，从我们刚天池那里走到那边来回这样，大概多久？距离蛮近的，大概半个小时就可以走到南华山的山顶，下来差25分左右。哦，所以来回差不多1个小时。差不多，也要花那个时间。哇，今天云雾跑得也很快哈，不过
方向跟昨天不太一样啊，昨天感觉好像是从东边过去，他这次从西边跑过来的。可是这样看上去南华山就很神秘啊。山头又跑出来了哈，圆圆的山头，那下面都是建筑草坡。这个时候来看玉山建筑，蛮漂亮的，很漂亮，绿油油的。大概维持到几月份才开始会变色？只要第一波寒流来，它就开始变色。哇，刚刚从那边过来，我们这样回望，待会要走的路古道就在那边嘛，哦，它在山腰，哦，起来里山。嗯，哦，那个也3000多公尺的嘛，哦，没错，所以古道就从那边就要开始下去了哈，哦。你现在就可以看到隐隐约约有一条路这边过来的，有没有看到？有，在半山腰看到，那个就是古道。所以我们待会就要越过一座山，就是奇莱里山这里，没错，过去就要下到花莲这边了。好，那我们先到南华山看一看，继续我们的行程。好，哎呀，在麦克脚上，这只蝴蝶它不简单，怎么讲，知道吗？它从低海拔跑到高海拔上，为了要找谁，知道吗？找寻一个他梦中情人，他的名字叫麦岛。哎呀，你看他干嘛一直黏着你？你的脚是真的有蜜盐啊，有汗啊，有盐分。结果他是公的，你扫兴呢？真的，脚是公的。在场没有蝴蝶专家，没有人知道这只蝴蝶为什么独钟情麦哥。是鬼迷了心窍也好，是前世的姻缘也好，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之后我们请蝴蝶专家林伯昌老师辨识的结果，它应该是永泽蛇木蝶，属于蛇木蝶科，幼虫以玉山箭竹为食，成虫发生期是每年7到10月，数量不多，却是台湾高海拔的代表性蝴蝶。幸好他不是死缠不放的恐怖情人，并没有紧迫盯人的跟着麦哥一起攀登南华山。天池在奇莱主山南峰和南华山之间的主脊上，早年台电天池保健所以及之后的天池山庄都是以这个池子为名。天池的面积大小及池水深浅是雨量而定，是一个标准的看天池。目前林务单位会定期清理池畔草木，减缓路化速度。我们到了三角点，在这里到了，哇，好久没有登顶的感觉了啊！啊，南华山3184公尺啊！啊，庄主，是啊，谢谢，谢谢啊，小天，哦，很久没有，好吧，哦，很久没有登顶的感觉了，很久没有喊的，对，来，小吴，啊，这样，啊，第一次跟我们出来登百岳啊，第一次，辛苦辛苦啊，还好吧？还好，还好，很开心哈，那这样子很帅气，真的非常有造型啊，我们好的栽培一下来，文姐，啊，好久不看南华山，好久不看哈，为什么会说好久不看？因为其实我们上次中央山脉大纵走的时候，我们是从这个卡罗罗断崖过了以后，因为天气很差又摸黑了，所以我们是直接就下到天池山庄啊。所以那次我们南华山就没有上来，是从山腰又继续绕到光皮八表那边，那继续走南高安东军。所以这次也算补齐了啦。哦，汉马，对，上次是因为太晚了，太晚了，摸黑，对啊。有观众发现我们漏掉这一颗哦，所以我们其实也说漏也没有漏，因为也是经过，只是没有到它的山顶这样。观众看得好细哦。哇，庄主，你一年要上来几次啊？一个月要上来两次。一个月要上来两次哦。一次是维护环境，第二个是看有没有什么设施坏掉。哦，所以你对这边最熟悉了。哎，是的，山庄就在下面那边嘛。啊，那边过去就是
下到那个光披八表，光披八表是。现在云还没有开哈，哦，下那边有看到那个塔罗罗那边的话，开了。搞不好等下云开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能高组啊，能高连峰那边哈。啊，谢谢大家，大家辛苦了。这是我们能高月古道的第一座百月啊，哇，太阳出来了，所以我们要像大众走一样哦，就喊个口号，振奋一下士气啊，大家还记得吗？一二三 ，MIT 台湾字南华山成功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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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谢谢大家。通常登上峰顶，摄影组都得先定位拍摄四周群山，尤其南华山拥有360度的视野，在中央山脉的位置居中，麦哥可以来个群山大点名。可惜今天雾浓，竟然是摄影组先在山顶上留下到此一游的影像。妙的是，南华山就在能高古道旁，也在中央山脉主脊上。队伍里竟然有好几位是首登南华，实在难以想象。拍着拍着，四周的云雾开始聚聚散散，趁着云雾的空档，摄影组手忙脚乱地拍了起来，大概是心思被飘动的风和云撩拨得平静不下来。摄影师东拍一段画面，西抓一个山景，好不容易卡罗罗断崖从云雾中探出头来，却拍得断断续续，完全反映了卡罗罗断崖让人心惊胆跳的起伏险峻。还好这一趟我们不必重回卡罗罗，但是接下来的能高旧道是从未涉足之地，同样不能掉以轻心，不能再逗留了，要赶快出发了。庄主还是要赶快出发了哈，是要早一点出发，要不然又得待会又摸黑啊。哦，还有，因为这边算是一个历史的现场，故事很多啊。那而且我们又去了南华山，所以时间耽误的比较久。哦，就天气哦，还可以了，还可以，算不错。云雾来来去去啊，这样会下雨吗？你觉得？应该是不会下，这个云层没有带湿气。我们待会要走的路哦，其实现在都可以看得到了哈。嗯，对。好，那我们又要再一次出发，离开天池了。好的，因为我们进入到这个领域都是过去你们祖先啊活动的区域嘛。哎，对，那像赛德克族的加油要怎么讲？耿比亚，耿比亚。哎，好好，那我们要改一下啦。对对对，要改一下。因为我们之前都是呼瓦普库嘛，那现在来到别人的地盘，我们要换赛德克的加油啦。对，哎，没错。好，那我们就加油一下，我们就出发好不好？好，我那你就喊第二三，我们就耿比亚。好，加油打气一下啊。好，来，一二三，耿比亚。出发！有吗？有，那就走吧。光喊个耿比亚，就更可以感受这里是一个族群交汇的十字路口。北部泰雅族人的加油，常听到的说法是 Luga。可是来到中部，这里的泰雅和赛德克族人，甚至东部的泰鲁格族人都用耿比亚，可见族群之间也许有隔阂争议，但语言会在长期的交流中互相影响。就像我们说欧巴桑，那是日剧遗留；会说河蟹、山寨，那是对岸过来的说法。耿比亚则是在能高古道上连接棱极东西，沟通不同族群。我们一路缓上，路旁不时出现水池，这里是塔罗湾溪上游。这些水池洼地到冬季的时候都会结冰，可以想象当年送信人的辛苦。耿比亚，都是拿那个头顶着的。云雾来来去去哦，我们现在又走在台湾的龙脊上啊，走在中央山脉的主脊上。如果你从雾社啊走台十四甲去合欢山，都看到公路的对面就是奇来连峰，就会一直连过来这边，所以会看到这一段台湾的龙脊。那从南华山哦，一直到奇来里山这一段路起伏不会太大，而且因为是走古道，所以路都还蛮宽的，很好走。现在开始要越过那一座山了啊！越过那一座山，加油，耿比亚。
超过3100公尺了，哇！可以看到后面那个奇来南峰，我们刚刚已经经过岔路口，往奇来这边走。那南峰的话是从边边走上去，也都是建筑草原了。哦，从这看奇来南峰就没那么高了。走到一个点，看到的山都很矮了。加油！哦，很厉害，可以啊！哦，布农族向导喊不出赛德克的耿碧雅，乍听还以为是某个法国珠宝精品名牌。原住民在山上活动，对于领域特别敏感。布农向导在赛德克族的地盘上，始终都没喊出呼啊呼呼。蓝教官的接班人猎人也还在拿捏分寸，表现得十分含蓄。这一路大家走起来有点安静，还好云雾慢慢散开，气候宜人，世界辽阔。走起来相当愉快。南华山又称能高北峰，海拔高度3184公尺，位于南投县仁爱乡与花莲县秀林乡交界的中央山脉主脊上，是台湾百岳之一，又被山友选为八兽之一。指它的山脊狭长，山腹瘦削，两侧多为崖壁及坡，峰顶有一颗三等三角点。登顶后视野辽阔，可眺望台湾东西，尽览能高奇来群峰及惊险的卡罗楼断崖。等一下，赛德克的漂亮怎么讲啊？马路苏克丹，马路苏克丹，克丹，马路克丹。哇，这段古道真的很漂亮哈。嗯，对。对啊，因为我们上次走到这段说是摸黑啊，那这段刚好最能呈现这古道的这种风景。可是路很宽哎。啊，蛮宽的，1.2米左右。哦，我觉得好像超过哎，你看可能有到2公尺那么宽的，有些我们人有些米，对啊，那这段就可以看出标准的古道的模式啊，沿着这山要一直开绕过去哦，非常的平缓，路径很宽。那因为这是在高山草原，所以看起来特别漂亮。尤其又很缓坡，很好走，对，很好走。哇，标准的古道。这一段路队伍里其实有不少人走过，不过那是中央山脉大纵走的时候顶着微雨摸黑走的。黑夜中大家看不太清楚四周环境，但是路况之佳每个人都知道，因为同行的古道专家李瑞宗老师一路赞不绝口，从功法、用料、选址无一处不美，就像初恋小男生在谈恋人那样，听得大家都快起鸡皮疙瘩了。今日一见，果然不是乱盖的。接下去的能高旧路，久未利用，路况就难说了。
这种路况得好好珍惜才是。拍摄一座山岳啊，或记录一条古道，也蛮不容易的、啊，因为要所有的人哦分工合作，各司其职啊，才能把它拍摄完成。就像我们刚刚一直在等待啊，我们在拍一个缩时摄影，可是就是一直在等这个最后的阳光能够出现，然后照在这个喜来里山哦，然后整个古道从天池一路移离到里山这边绕过去这样的一个画面，迟迟等不到阳光，不过我们还是拍摄了。所以说拍到好画面有时候要靠老天爷啊。这一段能高越岭道啊，是蛮难能可贵的一条道路，因为现在的海拔走在3100多公尺这个高度，看到是整个高山的景观，然后整个道路就开凿在这半山腰，一条龙一样蜿蜒在这个山区。如果说气象万千的话，一定是非常棒的。那一路上从天池过来都非常好走。那现在在奇来里山下面的话，这边有一段就稍微比较不好走，因为这边可能有点坍塌了，就有点断崖的地形，所以我们待会呢要走过去就要非常小心，尤其向导他们背的是大背包嘛，比较会卡到岩壁，所以过这段要小心一点。哦，小心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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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！可以吗？可以，前面的。要你也要我。啊，不行，再高低一点，哎，有那个大背包，哎，大背包小心一点、啊，小心。大背包经过峭壁的时候小心呐、啊，因为背包会撞到岩壁，撞到岩壁有时候会弹回来，要很小心。真的，不行，过来。要你转身慢慢。向导要过那一段峭壁就比较危险，因为背包很大，会顶到那个岩壁啊，那如果太大的有时候会弹出去，所以下去的时候要很小心，而且蹲低一点，匍匐前进。可以可以。要向高山低头，低头走，你不。大纵走时，队员走过这里，像京剧演员扮演武大郎那样，半蹲半走行进。当时就让向导去好笑，这一回还是有不少人忍不住笑出来。几位向导各有特色，悍马和小田是仕途老马，不断耳提面命，要大家胆大心细，一条路走就对了。猎人则是狠角色，照顾脚下之余，几公里外的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睛。谁眼睛这么厉？猎人，猎人眼睛这么厉，真的不愧是猎人哦。公的肯定勇武的，公的。你来，你跟我来哦！你来，你来，来来来！哦，谁演？阿伯我跪哦！摄影师说着玩的，真的要过去找水路，这段路还真是云山阻隔，一重又一重。等到走过去，恐怕胡子都长了，鹿角也多长出几个叉。镜头拉远，更显出猎人眼力不凡。我们看不到水鹿的表情，但是可以想象他一定一脸惊讶。真的假的？你们看得到我？奇来连峰是台湾越界颇受欢迎的高山行程，又称奇来纵走，包含奇来北峰、奇来主峰、奇来南峰、南华山共4座板岳，景观壮丽，深具挑战性。尤其奇来北峰峭壁及卡罗楼断崖是台湾山岳两大险境，午后浓雾又增加行进难度，山友务必谨慎行事。加油！三哥，你第几次带领走这边？第三次了，拍摄的第一次。对，我们很幸运了哈，第一次媒体进来拍摄记录，
也是一个很艰困的路段，路基都没了。张总，辛苦了。不会，就这样麻烦你了。好，有些时候哈，走个旧路哈，去回想一下以前我们所走的路啊。路基都没有哈。还是要去寻找，安全第一啊。好，一定要达到目的啊。有庄主在 ，OK 啊。往奇莱里山前进，道路算很平坦的。天黑喽，要去找营地了。为了森林巡护，协助古道研究者踏查遗址，李庄主多次来到这里。不但路熟，连野生动物他都摸得清楚。在古道一处转角，他告诉麦哥，转过去会看到山羊。果然一转弯，山羊就和外景队四目相对。可惜摄影机没来得及拍摄。李庄主这一手把猎人的眼力比了下去，猎人又度又现，决定好好观摩，有机会一定要扳回一城。天黑了，我们已经走进一片台湾冷山林了。我们还是在台湾冷山林这边找个适当的营地，我们今天在这边过夜，因为往后的路程是会越来越艰苦哦，所以再走的话会更辛苦啊。哎，没错。那我们现在还没有到要开始要往这个花莲方向切下去的路是？再走到差不多20米左右，就是往下切的路。哦，那。往下切的路可能就路况非常不好。哎，对，没错。哦，这样呢，我们就是以安全为考量了哈，安全优先。所以，我们到底是在黑森林这边找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扎营，扎营，这样比较安全了哈。好，因为后面的路真的都没什么人在走了，这么多年来，找营地好了哈。地，好。这段比较密的，就是当地的南高月岭古道。可能在早期的时候，这些冷山林它还没有站气到这边，啊，慢慢，这些冷山林越来越往高海拔。好，到冷山林里面钻建筑了。哦，这摸黑就是比较麻烦，因为摸在黑森林里面都是建筑很密。那庄主说，感觉有点过头，因为。要下这个能高旧道是有一个地方就是要下切嘛，但是我们先找营地。那他说可能过头，先往前看一看。好，上来。好，上来。现在营地这个问题主要是水源啊，因为在这边海拔是3200，就下来大概快3200这个地方。这水源可能不容易找，待会都还要下切，所以先找到能安身立命的地方，然后再找水源。在这边等啊，稍微来这一下，我以前走的路。好，等一下，我们要从这里过。水源，你说要从这边下去啊？我们要从这边下去，切到那个能高月岭的旧道。嗯哼，那你说营地的话，可能会是在哪里？营地，我们还是要在那边扎营。还是往回那个？这边以前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营地，都被。建筑林期待啊，哦，就建筑越长越密。之前我们都是睡这边，睡这边。那下切点就在这。下切点就在这里，就在这我们站的位置。我还记得这边还有一个高氏老爷队。哦，高氏老爷队。啊，这边也有一个旧的黑森林什么里山啊，奇莱里山山屋，这边有一个。对对，等一下，明天我们就一定会找到那一块牌子，我记得还在这里。这样子哈 ，OK。白天找比较好找。好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是以营地还有水源为主哈。好，这边蛮宽敞的。如果反正睡不下，可能就是大家就沿着古道睡了。对啊，这也是一种乐趣啊。对。夜宿古道。对。好，接下来爸爸他们在拿水袋过来。他从那边切下去取水，那我们先回营地去整理营地，我们要紧急扎营、紧急露宿了。
奇莱南峰位于南投县仁爱乡，海拔3358公尺，名列台湾百岳，又被岳人选为台湾高山的十重之一，是奇莱群峰中山头最和缓宽广的一座。台湾山友多将奇莱南峰与南华山搭配攀登，合称奇莱南华，是山友初窥奇莱秘境的入门路线。敌人，要到这边扎营是吧？没错，这里啊，看一下看一下，宽一点，最宽而已了，这边稍微比较宽一点哈。对，看一下看一下。我们今天可能只有搭外帐，没有办法搭帐篷。没关系，就地找比较宽、比较平坦的地方。就这一块嘛哈，所以我们等于是要住在这个。从这边排到那边，我们那边就睡在古道上面了哈，对，可以当古人了，全古人嘛，对，谢谢你，这件衣服蛮特殊的，哇，这个人家送的，哦，好像太空人啊，对，哇，这特别的功能衣哈，嗯，谢人，等下找两个哦，跟你一起去，还有那个李正义，你们一起找走，那么，说不干西沟里下车哦。李正义在那边等。李正义，李正义，我这边可以先整理菜。啊，是吗？又很熟悉的感觉，又来了。这种感觉，我们最喜欢。对，很有挑战，很有挑战性啊。比较像真的爬山。比较野趣一点的。对对。因为这旧路嘛，比较少人来走，所以毕竟行程比较没有办法去控制。那就算切下去，也是像这样找营地，所以我们还是以安全的古道来睡觉。比较安全。约翰，要不然我去找水，你们整理菜。那买要下去啊？对对对，给你那个菜单。那买要取水前还要交代一下菜单是吧？是。今天第二天，第二天晚上。对，第二天的话有花椰菜、茭白笋，还有盐味香肠，还有咸猪肉。还有汤，汤是金针香菇汤。所以这水源就很重要了。好，约翰给你。食物是汉马准备的，所以他取水前嘛。还要交代一下这个菜单了。菜单，好，那好，约翰交给你，我要去找水了。没有问题，约翰就辛苦了哈。好，不会不会，这外帐可以拉高一点的哈，因为反正这边没有什么风嘛。我每次跟猎人找水啊，都会很久啊。上次是在那什么林道南一段出来那个林道十三丘林地。好，猎人加油了。好，好，辛苦了。好，这个不。阿妈加油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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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辛苦。我们十二点到。好。摸黑、扎营、找水、野炊，在气温逐渐下降的3000公尺高山，累了一天，还有这么多事要忙，只是用想的都辛苦。但向导却觉得乐趣无穷。大纵走完成，有好几位向导回到平地，连路都不会走了，满脑子想重回山上。这次有机会来到这里。他们都兴致勃勃，但这是汉马、小田这些向导的想法。年轻人只怕还没办法理解上山自讨苦吃的乐趣。慢慢来，这种乐趣得花时间学习才成。这样办法怎么让自己好主办？比如说这边有地方嘛，哦，这个就可以利用了。这个把那些树上妨碍的东西都拿掉，这些也是。那边再大一点，很冷吗？往你后面吧。我们还是先跑到天池山那再去住一个晚上嘛。对呀、啊。哎呀，干嘛那么辛苦啊？这个青椒，青椒，青椒。后面还帮我讲，等一下帮忙吃，真的吗？对。麻烦这边不用那么多人。哎，没事，水子，他除了这次来当我们的助理之外，你看，到了晚上要身兼这个大厨师，大厨啊，我们今天在这个古道上面飞视啊，煮饭哦，也不容易哦。对，那我们这次有两位年轻人呐、啊，一个是水子，一个是约翰，哇，这次好像都带很多年轻人出来哈、哦。是，他们在纵走的路线，
催煮比较次数比较少，所以也顺便我在旁边训练他们两个，让年轻人多体验一下，多吸收一些经验这样的哈。越艰困的环境能够学习到越多。你看我们如果天天都住天池山庄，你看大家的本能都消失了，就是在这种深山老林里面，你看睡的地方也没有，然后煮饭的地方也不方便，没辆大帐篷。那这样经过这样地练哦，这样能力这样提升就会很多，那就是这样磨练出来的。所以有的时候要享受，有的时候也要苦一点，哦，这样子不能再洗温泉了。大纵走一趟，我们被定位成了爬山节目。前阵子住民宿洗温泉，有观众看不下去，非把我们赶上山不可。上了山，李庄主邀我们回天池山庄，我们以为万万不可。拍摄是一个原因，更怕大家觉得我们不像爬山，这些都还能忍受。但是今天的古道大餐未免让我们等太久了吧。